今日我同大家介绍呢个产品就系泡泡橡皮圈编织套装。佢每盒里面会有50个橡皮圈，有5个扣，同埋一个 Y 型嘅编织工具噶。橡皮圈好有弹性，所以特别容易戴上手噶。快啲拆开去睇下点玩。依家我就同大家示范一个最简单嘅编织方法，系非常之容易噶。只要跟住一个简单嘅步骤就可以做到噶啦。橡皮圈打孖咁样一个一个咁扣住，咁样就可以整成一条好靓嘅饰物啦。哇，咁快就整好啦！你睇下几有弹性。跟住之后就扣埋个扣，就可以戴上手噶啦，几靓！呢个系第二个方法，要用两只手指当一个压叉咁样嘅形式扣住个橡皮圈，跟住就逐个逐个橡皮圈扣上个手里边，再将最底层嘅橡皮圈屈翻上上面，如此类推就可以做成噶啦。其实都唔会好难嘅啫，好容易就会整到呢个咁靓嘅橡皮圈饰物噶啦。睇下几靓！好啦，做好啦，几靓！跟住咧，我哋咧可以打个结。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坊间买嘅扣扣住，扣稳佢就唔会跌出嚟啦。呢系我哋坊间买翻嚟嘅扣同埋小饰物，亦都可以放喺橡皮圈上面噶。咁样你就可以自由发挥，做好多心爱嘅饰物啦。泡泡橡皮圈有得卖啦！快啲嚟织翻一啲饰物送俾朋友啦！